婚之夜，你兴奋又期待，在掀开红布的那一刹那，房间是空的，你心心念念的爱人并没有出现，请表演。自己关卷闸门可还行。他刚才有一个特别聪明，他把帘子当盖头用。哦，有层次，有层次，厉害！个人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刚才维嘉说，他把窗帘当卷闸门用，卷闸。其实何老师，我觉得这种吧，不是，我觉得这种吧，就是对演员，我们都是属于那种要就是很进入到那种状态里面的，就是其实这种只能表演一种状态。对。然后我们的题其实它是有就是情绪变化的，当你有变化的时候，你就要思考清楚到底你这个人物的脉络是什么，就哪怕是这几秒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它呈现的有过程。没错。是怎么回事？我仿佛走错了片场。好了，关于表演的那个讨论就到此为止。